不是为了成名，我们投身电影。得奖是一个晚上的事情，对我而言，我的人生不是只为那一个晚上而活。19岁吧，大学2年级，上表演课的时候，杨德昌导演从床边经过，他问我说：“你为什么喜欢表演？”然后我就看着导演，斩钉截铁跟他说：“我热爱表演。”因为我好像想不出更精彩的话来告诉他我为什么喜欢表演。第51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得奖的是陈香琪。我心中就只有一句话，到现在还是这句话，就是我热爱表演。对我而言呢，年龄不是限制，年龄会让一个演员的路越走越宽广。